成功，雌性，普希号522，2000年9月11日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，母亲程程，父亲科比，与妹妹成绩是一对跨业出生的双胞胎，最大的特征是肩带是断开的，脾气急躁，爱干净，是出了名的洁癖公主。成功胆子比较大，身手敏捷，2009年曾咬死过闯入自己场地的野猫。成功于2002年4月27日出差至深圳野生动物园，2004年4月16日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，2008年7月26日生下长子公仔，2011年8月12日产下长女何琪，次女何美，2013年7月23日产下次子何星，三子获胜，2016年8月9日产下四子何峰，三女何雨，2020年7月4日产下妖女何花，妖子何叶，截至2020年末共繁育5胎9仔，其中获胜2016年9月在野培中遇袭去世，何雨正在参加野培，其余7仔三雌四雄均健康成长，儿子公仔已作为重工参加繁育。成功母性很强，2013年产下双胞胎后曾试图抱起2只幼崽，但因处理核心身上羊水太多的情况导致没有力气抱起合成。2016年产下双胞胎后，虽然经历了14小时的生产，但依然抱起了2个孩子。带三女儿何雨时曾拒绝饲养员用苹果交换女儿。2020年生下龙凤胎荷花荷叶，带了9个月，遗憾的是没有视频和照片记录下来，目前已经退出繁育一线，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。全剧终了，我的意思是谢谢你的出现。时间的很紧张。